Good morning. Someone's going to work today. Fighting! Fighting! Bye! Bye!我现在呢要去 Bera Bera 开的一间 cafe， 然后这个 cafe 离伦敦地铁站 Angel 很近，然后我现在出站坐，直直走，正在走过去的路上，感觉应该快到了吧。在这边，我们要来吃这家 Bera Bera，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 有一个单轮车的标志就是这一家 Bera Bera 了。他们目前已经把整家店都移过来了，然后楼下是咖啡。这个菜单超级可爱。然后呢，听说他们很有名的是这个 Well Mushroom， 然后它是 Mushroom 可以 Cheese， 就真的是绝配。然后再来，他们有一整个的 Cheesy Dishes。 然后这个好像也蛮有名的 ，burrata， 它就是整个沙拉，然后有番茄啊，配上一个 mozzarella 的 cheese。这里是 cheese 控的天堂。<笑>然后后面就是他们的咖啡啊茶，他们选项还蛮多的。那我应该是点这个。If you can be patient for 2 seconds, I'll get your drinks. Thank you. 饿吗？好饿！我们的菜来了，然后这个叫做 burrata， 是他们店里面最有名的一道生菜沙拉。然后它这上面整个那个 cheese 的大小，差不多是我的手掌大嘛，好夸张！
然后这个哇，哦，这看起来真的超好吃的。它是 brie cheese。Avocado， 对，这是 feta， feta cheese， feta cheese， 然后所以 cheese 都不一样，对，每种都不一样。哇，我真的是，cheese， 我嘴巴都合不起来了。你看会不会前十？我要这样，应该会吗？哎 ，free 不会 ，free 不会啊。嗯，很好吃。嗯，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滋味，嗯，而且很满，嗯，然后配那个 cheese 真的是刚刚好，嗯，有一点点的羊的味道，可是跟 avocado 配也超好，然后它有加了这绿色的籽配着，我觉得超级好吃。那绿色的籽真的很好吃，对啊，很清爽，嗯。它的cheese，因为我刚刚吃完那一道有点羊味，然后这一道是完全没有羊味，可是它不会腻耶，很清爽，而且它有油，但是我觉得是清爽的，我完全感受不到油，超好吃，真的好好吃哦、喔，这道可以，那我加一点面包，放在那边看起来还好，对，放在那里还好，真的是吃下去第一口就惊艳，我觉得一个人吃会很饱，它看起来小小的，但是很饱。那确实真的太好然后现在 Bera Bera 已经全部都移来这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他们的包，记得不要跑去 King Cross 那里，就是他们现在是在 Angel 的这个站。大家要去哪一点？
好，来开个投票。这个帮你开。Left or right？ 大家觉得哪一个好看？你觉得哪一个好看？大家猜刚才的结果怎么样？我刚才不是已经问了吗？压倒性的左边居然胜利耶！他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大家这么喜欢他吗？现在已经259票对57票，你输了啦！你输了啦！可是他超级红的，这个超热门，大家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等10分钟，现在4分钟，十分钟之后见真相。现在已经10分钟过去了，结果大家意料之外，78%，他赢了耶！投他的人有820票，然后投这个小圆圆的有231票。但是呢，我目前决定是要买票。大家听我说，就是以后还是要帮我投票。我没有选，我是逆向操作的原因，是因为我刚才试装了之后，因为我平常出去会戴脚架，然后他说我脚架再加上这种我的这种 size 的长夹的话，是这种的比较好，就是抽拿出来，所以我后来会选这个。我真的不是没有倾听民意。然后这个的话是，如果你是那种有那种大相机的话，会非常好用，因为它这里有这种护垫啊，然后它装的那种大相机是那种可以到非常专业型的相机都装不下去，对，所以其实这个的话也不错，但是真的是我对不起大家，我要选这个。现在跑来 YouTube Space 休息，我在这里要等一下我的朋友，就是 Crystal 跟 Jason， 等他们下班之后再过来这里跟我会合。今天主要就是想说带他们进来参观一下 YouTube， 对。这边，我坐这边，等等。哦，现在喝的这家呢，我不太确定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它叫做。Kisaten 就是气茶店的意思吧 ，Kisaten。然后这一家是 Crystal 跟我推荐的，他说很好喝。然后我们昨天去的时候，珍珠完全卖光。但我目前喝下来，我觉得还是伦敦那家雾气比较好喝。来跟大家聊一下刚才我去 Bera Bera 的经验，好了，我觉得整家店。的感觉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当初他们公关寄信给我的时候，有跟我讲说他们品牌的故事。我在一开始就知道 Bera Bera 是因为之前 Sharpay 跟 Serene 他们都有介绍，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们包的设计的风格超级美，所以我其实之前都一直很想买，可是我后来都一直就是买不下去，因为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小贵，我要等到他们。就是有折扣的时候我才买得下去，可是我今天去真的实际看到之后，我会觉得如果是这个价钱，那我会愿意存钱来买它，因为他们每一个包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公关跟我分享的是说他们的皮啊都是从保加利亚嘛还是保格利亚，就是比较偏远一些的地方的那种地方运过来的，然后他们讲求的是那种未经过加工的牛皮，然后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同时可以让那些地区的人民受到照顾，让他们有一个就是再度发展的机会，然后同时也可以就是保留一些原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里的创作理念我觉得很棒。然后他们现在从 King Cross Station
移到那个 Angel Station， 其实他们两个就隔一站而已。然后在 Angel Station 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去逛那个 Bera Bera， 记得不要跑错地方。就大家可能会以为说 Bera Bera 是在科芬园啊，或是那种牛津街那种地方，不是不是，他们现在移到 Angel Station 那里了。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 Angel Station 那附近就是一些文青小店，所以如果有来伦敦玩的朋友可以去走走看。而且它现在这种设计就是它一二楼是咖啡厅，然后三楼是逛包包的地方，所以他们公关是说他们这样的设计用意就是当女生在选包包的时候，如果家人啊或是男生男朋友什么的没有事情做，可以先去楼下喝咖啡什么的都很 OK。 而且他们的菜单设计就是跟普通外面的不一样，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在英国吃 brunch 已经吃到有点就是乏味了，就是每一家店都是卖什么 English breakfast 啊，就是大家都一样。其实我自己也会做，就是我照模照样，就是大概可以做出八成像。可是他们这家不是，他们设计的菜单其实都蛮特别，几乎每一道菜都有 cheese， 而且它的 cheese 是那种很特别的 cheese。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刚好在伦敦读书或是有来伦敦玩，真的可以去逛逛看，我觉得整体的消费经验超级无敌好，真的。就是我在那里我选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吧，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很棒了，这也算是一个景点可以来拜访。因为我觉得 Bera Bera 算是一个蛮经典的英伦品牌，就是它背出去你就看得出来它是从英国来的牌子，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可以投资的小包。对，就是它的质感你真的一摸你就完全什么都懂了。好，以上就是我对于 Bera Bera 的分享。然后 Bera Bera 有给我折扣码，那我再把折扣码的资讯全部都放在底下资讯栏，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去看看。没错，就是这样。那我现在就是等 Crystal 跟 Jason。我们来吃一间叫做陶陶居，然后这个是牛肉河粉，这个是春卷。哎、欸，我觉得很好吃，怎么办？嗯、它牛肉好，真的很好吃，很港式的感觉。所以这是港式的、哦，嗯，真的很好吃哦。嗯，烧麦，浓。嗯，哇，这首歌是那个小幸运，嗯、那个和我们上午时代，嗯，嗨，到家，回到家了。然后我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把贝拉贝拉再拿起来试杯一次，真的好好看哦。好喜欢，我觉得这个大小啊、长度什么的都好适合我，真的很好看。然后它里面是这种英国的红十字格纹，我觉得超级好看。我以后去买菜都要背它。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先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我的相机说嗨好了。嗨，大家有在挥手吗？看一下。嗨，好。所以再来呢，我们就是把汤匙贴在这个牛奶的表面上面，然后呢，你的咖啡拿过来，直接朝着汤匙淋上去，这样就好了，也不用那个冰块。你的那个拿铁会越来越满，所以你的汤匙要慢慢的往上移动，这样子。好，这样子就完成了。然后我给它转个两下，就是一杯拿铁大家，那我刚刚在剪影片，然后还把衣服拿去洗，然后我现在想说晚餐想要吃螺蛳粉，今天要吃柳州螺蛳粉。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冰箱基本上已经空了，然后今天是5月29号，但是因为我6月1号到6月10号都不会在英国，所以我想说就不要去买菜，然后真的不知道吃什么，所以就想说那就把家里有的螺蛳粉煮一煮，就随便吃一次就好了。没错，那就准备来吃晚餐。
嗨大家，我现在要上山去学校集合。因为我们今天要去一间巴士附近的公司参观。那我们可以去参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年不是有参加那个比赛嘛，然后我们拿第一名，所以那主办方就邀请我们去他们公司参观，所以现在准备要上山集合去那家公司。No, you've got this. I'm fine. You got it. Really? I just have to do the little thing. Oh, I should have. Yeah. Oh, you're recording me now. Yeah. Did it pass it? Right? Yeah. Almost there. Oh, my God. Okay, I think that's faster.Yeah. Whoa! Thank you. Thank you. Just enough. Probably miles too big.That's it. Yeah, thank you. Okay. Yeah. Where are you, Basuda? I live, What's that? Can I get down somewhere here? Feel me again! Hey, 大家，我已经回到家了。那我刚才就是去切餐嘛，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它算是一间在英国本地的蛮有名的制造商，就它是做那种马达那类的产品，然后是还蛮有名的。然后我就觉得参观这个还蛮好玩的。那我现在呢，我刚刚把要寄给你们的东西上面，我多加了一些小纸条。没错，然后我找不到我们家里有可以放得像这本笔记本的盒子，所以我等下可能要出去买一下。对，没错，所以我现在可能就要出门。嗨，我回来了，我去买了一个这个大的箱子，然后还去便利商店，对，就是小超市里面买了一些巧克力要送给我学弟妹。对，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装箱，然后可以直接拿出去寄，因为只剩下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再来几天就是要又要去法国，所以会不在，所以我想说今天赶快把它寄一寄。刚刚好哎，好，那我现在要去寄包裹，但是因为这个太大，所以我就不带你出门啦。那我刚刚已经剪完就是要给 Charity 的影片，然后我现在要来吃晚餐。今天不知道吃什么，我想说我就来煮干面。干面就是不知道吃什么时候最好的伙伴。对，那我们现在来吃晚餐。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先到这边，我要准备去收行李了，然后就先这样子。那我再来从法国跟意大利回来之后，就要开始做我们第三学期的报告，没错，所以到时候再跟大家见面咯。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